2023年的元旦哈，阿玛喜丹中华民国112年的那个开国纪念日哈，阿迪家哈，除了祝福咱各位乡亲哈，伫咱新的一年哈，拢会当哈，会当健康、平安、快乐哈，阿妈。伫遮吼，感谢吼，咱一年一度的元旦千人见走吼，大家拢较早起床吼，来参与着咱即届活动。在这边吼，除了预祝福我们各位乡亲吼，伫新的一年，大家拢会当心想事成以外吼，阿妈祝福我们今天的活动吼，大家着轻松啊行吼，慢慢啊行吼，公所有很丰富的。我们的纪念品，啊，个有咱的迄个早餐券哈，啊，要来送哦，打个摸彩券呐哈，啊嘛，透过这一个活动哈，我们邻里之间哈，我们增加我们邻里之间的互动，啊个班哈，咱亲子间的互动哈，啊嘛，祝福我们各位乡亲大家身体健康。祝福我们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现场的来宾身上所披的就是我们今年兔年的文创毛巾哦。啊，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就是没有用水的时候，水表内的指针也在转，这个都有问题哈。还有呢，水龙头水龙头关不紧，一直在滴水，这个也非常的浪费，也要注意一下。马桶里的水常在晃动，或者是没有办法止水，这都有问题。准备要出发，是不是？对，那我们就很快乐的，好，很快乐的见习。回来几路顺风，念我是水的声，念念三轮快。我说了没有？那谁说了算呢？镇长说了算。你说了没有？镇民说了算。镇民说了算。那我们叫关中耀祖，他们的耀中代表说了算。还是我们镇民为主。你看，太棒了！真的很棒，我们的委员还有镇长跟代表，还有所有们镇民很棒哦。好，接下来带来这首意大利的民族，用轻快的。慢慢行得啦哈，慢慢行吼。我们
就在这个整个路段的过程里面，让大家相互联系哈，的心胸那里宁静大道了哈，呼吸新鲜的空气。大家哈，祝大家哈，我们整个活动哈的过程里面，大家都能够顺利哈，平安哈，我们等一下就起跑了哈，然后好，我们等一下就起跑了。一二三，跑动，一阵，二耶，超级高耶，操作最开心了哈。我们每年就在年底跟年初会举办大型的跨年活动，包括我们今天我们的元旦千人健走活动哈。其实这已经在我担任镇长已经第四年了，所有的我们潮州镇民的参与度每年比每年多哈。我希望透过我们整体的活动，包含跨年也好哈，还有我们元旦千人健走，能够让我们更多的镇民来共同参与我们这两天的活动哈。在跨年活动里面我们整个那个表演团体都是由我们在地一些艺文团体才艺团体来共同来为我们潮州镇民把他们年度的学习的成果在跨年活动里面把它呈现出来。今天的千人健走元旦千人健走，我们还是比照往年一样，今天大概预计有大概5000人参加，我们希望逐年都能够镇民的参与度会越来越高，希望把我们整个我们元旦中华民国开国纪念日整个把我们的对于国家意识把它提升起来，在邻里之间也能够从活动里得到更多的互动，也可以让我们亲子之间能够在平时家长的繁忙的工作里面，透过这个活动大家能够邻里之间也好，亲子之间也好，能够达到互动关系，让我们的关系更加紧密，社会更加祥和。福祝喜来朝哈，大家新年快乐哈，快乐哈，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你们先坐前面啦、啊，你来等多久？一边的，再一边的，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哈，新年快乐哈。哎，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哈，大家新年快乐哈。哎，新年快乐哈，新年快乐。
开心，今年是2023年的元旦第一天。那镇公所这边的元旦健行活动哦，有将近超过6000人以上的乡亲朋友来共襄盛举哈。那我们也是一样有制作这个福兔起来潮的运动毛巾，让大家做个留念。那我们希望这个活动哈，因为第一个水资源宣导，第二个增加大家的运动习惯，第三个。我们平常有运动习惯的话，人会更健康吼。那我们呼吁乡亲朋友有空多运动吼啊，利用这个起个一大早，我们来参加健行活动。那希望年年这个活动都可以继续举办下去。那凝聚潮州这边各位乡亲朋友的向心力吼，我们期待每一年都可以元旦升旗健走，我们每一年都办下去。我们非常认同潮州镇公所的这个办了4年的元旦千人健走的活动。那么这项活动呢，今年参与的人数呢，除了镇长竹密所说的超过6000人以上，那我跟张王慧雪代表好多代表都来参与，我觉得这项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我们希望将来潮州镇公所能够每一年都办理这个全民的运动，我们代表会全力支持。那在这边祝福所有我们潮州的乡亲啊，能够在兔年行大运，心想事成。新年快乐！啊，你来参加几年啊？第一年，第一年看下，第一年哈，啊，真欢喜哦。其实可以让大家里面有个新的一年哈，然后提倡这个运动，然后大家有一个养生的概念。是跟家人一起来的，为了健康走路，很舒服，身体比较好一点。